根正报千金之会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我看外头排那长队，屋里怎么一个人没有呢？嗯，因为我不太喜欢有别人打扰我俩约会，所以我包场了。去，快点去哪个？来吧，热热身。我还没吃饭呢，咱慢点喝呗。那干杯。我们家宝宝做的可真棒啊，但是别喝多啊，容易出现麻烦。到底谁遇见麻烦啊？我看是别人吧，怎么又是我呀？喝吧，我喝。真棒啊，小宝！你要动我这儿吗？啊，你说你长这么可爱，你这，真拽！你继续，来，那什么？哎，这，等，